妈咪。 OMG！ 哎呦，这是什么啊？嗯，品质很 cheap。咦？哎呦！哎，我不喜欢这些设计啊！你看，这沙发也不怎样。 哇，好舒服啊！啊，怎么会那么舒服呢？这一定是欧洲优质厚皮革。沙发那么舒服，一定也有羽绒。哎呦，我可以连续看10个小时的韩剧，也不会腰酸背痛。嗯。 还算不错了，我现在要看看房间。哇，他们连客人房都布置得那么美。嗯，人家讲的对，女儿一嫁出去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我真的要孤独终老了。不行，我要阻止这件事情发生。 房间太完美了，一点毛病也挑不出来，怎么办？啊，我要使出我的绝招了！哎呦，哎呦，你们这个房间的风水不好啊，我一进来呀就头晕头痛。啊，连这张躺椅都那么舒服。 妈，你还好吗？嗯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不喜欢我们为你准备的房间。啊？你是说这房间是为我准备的？嗯，我们是担心我们搬出去之后你一个人会孤单，所以准备了这间房间，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我们还特地保留你房间的设计和颜色呢。 就像那张你习惯放眼镜的茶几，还有你看电视最喜欢把脚搁在凳子上。你们年轻人呢，都喜欢过二人世界。我也知道我不容易相处，又很唠叨。你们还要我这个老古董吗？妈咪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说？在我心目中，是一个最闪亮的星。 我的女儿没忘了我，我啊还想天天听到您的唠叨呢。哎呦，你，既然你们这么说哦，那我就搬进来了。哎，Sam啊，你去门外帮妈咪把行李箱都拿进来啊。